公子，现在什么时辰啊？已经亥时。那么晚了。来，喝点水。公子，嗯，你之后要去哪儿啊？我也好向你报恩。报恩？嗯，报恩就不必了。至于我要去哪儿，我此行是去保护一个人。保护一个人？那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了。这个问题在下着实不知该如何回答姑娘。从我懂事开始，我便跟哥哥一起练武，一起习剑，还一起挨长辈的骂。可自从我长大了，当上了少公主，行走江湖不可随意暴露身份。萍水相逢，姑娘不用告诉我太多。行走江湖嘛，要学会隐藏好自己。待雨停之后，在下就去帮你引燃香箭。